再用的。你这边开始经典了。啊，袂啊。啊，袂啊。来，两百多。啊，袂啦。啊，食几杯粉啊？我开始想伊啊，叫伊转来好。好好好，没事。拜托，拜托。买两百多。大家感謝你幫忙啊，謝謝。這路天我最需要你這麼好的朋友來給我幫忙。這沒平價喔，整盤都蛤蟆兩百塊買不這麼多喔，謝謝。可以活五天至六天七天喔。都給你們了。我沒聽過人家說啊，我已經兩禮拜了，他就說哎，兩禮拜前買蛤蟆還在裡面，我還有這麼多兩蛤蟆還在開嘴的，還在合嘴還在開嘴的。來兩百塊，我帶那個人給他吃。哦，像两百块几盘，一比两百还够有哦。我猜到了。来，最后三位，来蛤蟆两百块来。在这里。各位人无看到蛤蟆无？两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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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贵人给哦，给点给点。大哥，你起来拿，我拿鱼就好了。大哥，你起来。来。哦，做完了。大哥，你起来。讨厌。那。你们去顾我，我做了我的衣服。大哥，你起来。帮我们顾你啊。帮我上厕所了。大哥，起不来。大哥，起不来了。啊，一千块来。大哥起得来，起不来关你们屁事啊！大嫂好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一千块来。你撸你撸吧撸哦，撸吧撸哦，麦哥讲，麦哥跟我讲啊。哇！特别啊，那用太好了。他是挂在这边，奇怪，你耳蜗开车呢吼？啊！我不是袂晓开车，我是足久无开车。卖开啊！这老人学老爷咧无？嗯，学阿公店啊咧无？做老爷迄种型的，迄种的无？来三个人加买倒啊！来一千，你要吃鱼啊？一千块，姐你要不要一盘？我绝对亏本卖你们的。经过刚才那个经验，你们应该知道，我会聊很大给你们。大哥，你给伊买。今天减一杯海蝶无是吧？来玻璃两只黄鱼。阿大哥，来一千，来先招一个人给蛋几人，一千块。一千块。那慢点啊，要不要上场？董庆，董庆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来这一盘给你，谢谢。大哥多少钱啊？幺六呀，来一千块。来一千块哦，大哥要吗？我没论如何都跟他一样，漂亮的。无论如何呢，都是要跟他一样拼完的。啊，你拢没人知，你拢唔知我的心面是多少？五八，我看到。来一千块。我没有卖掉啊，你一直说有，可是我发。卖掉了，卖掉了。是的，谁呀？谁呀？想要改买去啊？因为你白相，你甲讲。喂，老哥。你的心态呀？你不心态是失去记忆啊！哎，每到买白车时间，大哥旁边来啊。有变盲人。就是。变盲人。哦。有摆一百四五百，免我讲啊，你家己拢有在买去啊，就知影。一千多。来三罐了。还有两个。一千块。阿包。来两个，来马妹，来三个，来马妹，大哥，你要哪一盘？没有了，这是四叔皇女，这两只而已，不是这次没有吗？还给不拢？没有啊，你要吗？没有，第一个还是要还给不这个？好好，好，那第二个就是大哥哎，来，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来就要结上呗，一千块，我大嫂要好开心，不好意思，这是第三个。好，今天无讲，今天老板咩啦？哎呀，那包包呢？别晒啦，哎，包包，我手拿十个贵的，我上你啊，那十个贵卡都无得得呢。来，还要吃蛤蟆的来。哦，先雨听完。一千块完得。哎，我蛤蟆袂得花一千块，偏少的来，三个人给得。这个是咱心脾的所在。来，一千块谁要吃蛤蟆的？耶、yeah, ！第二个，真不愧是我的同枕，枕边人。干嘛你困呢？嗯，要收掉呀。我不讲你啊，你干嘛还举钱呢？阿伯，你无过来上，我阿贵啊。你不是改阿布？你干嘛？干哈？你不是改阿布吗？来，蛤蟆一千来，
讲真经的，顶头甲伊独处，我真信无。来1000块蛤蟆。我看着你。了啦，打你啊！你甲我想的拢无够。1000多，哎，三半尔呢，一半袂1000块，无人要入钱哦。今年啊，你迄种啊，你用咩啊？你开上班啊，上班啊。你上班啊，上班啊。我知影真好个，来，来1000块，3个客人，蛤蟆虾仁拢给你。大哥，你有想要买一盘这无？买哦，等哦。为今仔日吼，较晚来，啥物拢有搞买啊？他明天比较晚来，该买的都有帮我买。谢谢，好不好？设定器多来，刚刚在下雨。我来喝鱼啊，我来。先鱼要先冰掉。第一个，中皇的抬个五米。第一个跟第三个是一样的。一直冰鲜。大哥，你要准备好。这个好了，我觉得我要抢了这个。来1000块，安尼关，无啥大关的，你1000个。我想来1000嘞。安尼要4个嘞，安尼3个我来料。1000，哎，就钱蛋钱。会送哦，买了这盘送哦，不是普通的送的哦。来1000块。谢谢大哥。你用那个啦，那个不要就好了嘿。我知道怎么搞了。来1000块。我们没有换。你实在是没什么希望嘞。用加少分，一半卖800，三个人加来1000块。哦，三个而已啦。要少些啊，哦。1000块少掏钱进去。来哦。你入钱，我继续收。1000块得。来1000嘞。加什么？你真正唔知我意思啊？我是真正要把物件订完的，尔。这些物件是不够发上的。来，三个客人哦，赶快哦。龙胆石斑肉，那是龙胆。龙胆吧，可以。海贝，安尼三行四行加起来，爱赔你2000，爱赔1500。1000块。来一根哦。大嫂，你们要不要？在哪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可以说走就走。这龙胆石斑，我卖你们这样子，真的是太离谱了。把米特旺给你，来1000块。黑龙胆石斑呐。手机下面有的现金，快点！王大哥，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呢？蛤蟆刚好煮龙胆石斑肉。你是教育界的楷鼠啊，主教啊，没到这一趟，进菜了，小主啊，主教，主教啊，小主，小主，来1000块，哎，有兴趣的拿钱。一个再两只，好了。有兴趣的快拿钱，这里1000块，我快要喝西北风了。进取一架差不多没有，进取一架很贵哦。前阵子到昨天鱼价都很飙哦。快点啊！这个不可能会做这种事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涨关起来。这个是做傻事吗？鱼啊，介绍拢都是管。哎，你刚才在啥？几盘阿妈？阿妈嘞。用打九百。中秋之前应该都不会太贵。鱼啊，2000块价值一盘呀，来1000元。三个客人而已，三个喽。真的不想留鱼了，来，冷价秀，那冷八杯光，来1000块，谢谢哈，来收钱。我觉得你用那一盘呢，那个留给我了。我都给你了。这个3个没关系啦，哟。那收这呀？够差啦，你这一盘也料死呀啦。反正你有被料。有人饮钱，我那不无人饮钱，咱就收来啊。有吧。1000块，三个客人。快点1000，一盘1000。来，我可以排队吗？我赶快上冷胶哩。哎呀，来1000。错开吗？三个而已，赶快。心意，两个多哎。拿下，可以下。快点啦，我排好啦，排好给你再看啦。排1000喽。这么一排就是1000块，这样一大排。看嘛，订房不啊？真正上少啊。被纠结的收头了。有吗？还好啊，快点啦，不要再加姜啦，我要卖鱼。不要，我要收起来了。哦，赶快卖别样的。天气大，你唔知我到高速公路跟人上塞车，塞几礼拜啊，你知唔？那就收啦。来，拍摄不来，我收来啊。好啦。不是我做这个公仔鱼啊。快点。我每天收这个，来三个客人而已，来1000块。哎，我们分开脑分嘞，超好。我多哩。超好。我多啊，高速公路塞车塞几礼拜。来，小姐，给来1000块。要订饭店，我订无饭店。1500，来1000哦，想要大个订票，就一个人给，安尼规排1000。好了，你们吃好未？你们，好了，谢谢，准备好了。各位啊，
不卖不要紧，那卖是了钱的。来1000块有没有车坛的？没有了哈。大家龙胆叫去对方解决。来第一个好不好？没住，我爸过来。学一。来啊，大哥你够神，苗无变着阿不？A 量下饼，我话 A 量下饼。学一怎样的嘛来龙血鱼三八块。最后有订单吗？没有。最后我要延到我要延到9月19号。来三条，来三八的龙，来七条，今年没有过三八货卡表面了。来三八的，还有，来三八的，我先等一下三八过来。你收完钱在边后头，这个你先买起来三八的。来就要钱我了，三八货我了，给你。这个太紧要。谁要吃鱼的？谢谢。真的是起不了，如果这阵好乱的吼，讲真的。来两位。聊完就准都耍了。我卖卖五百，我卖三百啦，卖五百来，这阵去请你。总共几袋？总共六袋。来三百都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对，全全全全都是。来，春节人给龙血鱼来300块，没有了。十几万了，来三百块，对起来较紧的，对称对称，来三百，龙血三百，三百，拢买起来啊！来蛤蟆买200块来，来蛤蟆200块，我买只蛤蟆，来200，小姐买蛤蟆不？来200块，卖呀卖进来啦，卖进来。来蛤蟆买200，会管那一种。我们这边，我们中部，中南部没有。蛤蟆200，中南部我不知道，我们中部没有，没有收很多。准备吃嘛？你个猪肉片，不啊，我也别不啊，看你那个包包来啊。月亮虾饼啊！来，100块我来，好吗？100块来。月亮虾饼跟豆饼龙虾。看人要煮蛤蟆，100，月亮虾饼跟包包。来，蛤蟆100块。蛤蟆在这是要吃蛤蟆，我来讲，你最好吃到的。100块没涨没，100块没高还背，全部拿来了。这么大盘哦，没有冰块哦，6个客人吃就好了。来，小姐要200块，100块来，拿给你。拢无冰箱，贵个拢蛤蟆。冰箱。冰箱啊。我来，等一下我拿那个给你。来，蛤蟆100块，不能吃啊。好，赶快拿钱来，100块。三个哦，最好三个，吃蛋花条。来，蛤蟆100块，够人无买着蛤蟆不？10块，10块。来6个客人来，装包啊！来，我给你，装了八包了。来，月亮虾饼200块，3位客人而已，赶快拿去。这是我的。三个人去买这月亮虾饼，来200块来，装装看。来1包来，来2包给你，来3包给你，来200块，来7包给我哩，来三个人给你过来，月亮虾饼200块，他妈稍等一下哈。好嘛，稍等一下。来，200块一张签名。来，最后两个人给，来200六。来，小姐要2块。4包哦，4包里面哦，1包是2片，所以4包是9片8片，才卖你200块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一张签名。来，大哥要再一份，谢谢你了。来，大哥来。哦，感谢你来。哦，阿哥被害了。拿过来干嘛啦？要找钱呢，干嘛拿过来？你还没在阿公交代的哦。哦，应该吃饭啦。哪里啊？你家黑，你家黑。出来卖金条，出来搞，千万得对。来，你阿妹500过来，来两个人去搞买买。无啊啦，拢我哩啦，500一个买落来。你卖啊？爸爸，500块。来，妹妹，妹妹哦。妹妹八杠的嘛，谁干的大车嘛？来，小哥啊，我弟弟，本来我弟弟应该做。小哥啊，八来。大姐，你要小哥吗？先多一点。别个江西啊，都有小哥，南市哦，咱们的金尊大河八千块大
一人一份，500块。已经歹听我，好听我开只卖伊啊，创啥？我是赶车哦。来，小哥500块。你看我动作手一条，就是手一条传着某啊。哦，受不了啊！这位蜜豆王，你有啥物意见？那可受不了啦，受不了你的苦，真的。脱不了你的裤啦！是啥耶？来五百多，脱不了你的裤。金妹啊，小哥不然不要笑的，来五百块。谢谢啊。发财！啊，我阁想要送你一条哩，因为饲过啊。谢谢。无啊，一个食一个吧，总共饲过，一尾70块，你看要几多钱？哎，我阿咧吃。来，我发福，最后两个人给小哥500块，没有咯。你这不是拢送哦？无啦，1500啦，因为这啊，你带过啊，我先了。我带台中。哦。你带台中去。来，我发了。嘿，我是讲你阿个。来，小哥500块，拢总500。哎呦，伊阿袂有呢，迄个咧主动的物件咧。来有啊，小哥拢准备了。我走台中干买。好，好，谢谢台中干买单。唔来。波特要吃1000块，我都不可以。台中干买卖啦，有水吧？最后一家卖多少？我发上去是，我去台中干叫唔到钱。你跑哥吼，我讲是虾米代志？啊，你今日介绍你卖虾啦？感谢你，感谢你今日去陪我开正换，一换你门面我要收啊。台中干的直接够够够。看好，你若介意去换，紧带钱，带1000块来试过哦，来试过走。好啦好啦。1000块，没有人要拿钱，就结在结我，签个。有啊，没有。哎，哈喽，鳕鱼、鲑鱼、托特鱼呢？这里，就结给起来1000块。来，签哦。石斑鱼的下巴也出现了，1块烤起来350。来1000块，这两张谢人个，加我两手来啊，免遐笑，我不一定爱买，好不好？我是无想要再买物件做尔。几尾的石斑？几条？好。啊，我哪个有算你啊？就算算你一半，该一半个集中咯，要修改啊。来，焦点石斑。一只就300多块了，台湾好，压线面好。好的，杀好的。好的价。1000块。要收了。没有清真的，这不可能这样卖你们，那个是广告对。不要，你监管咯。上高这条呀，来1000。这条呀。你给对。啊，冰鞋单差了呀，这1000块，会使安尼考虑哦。Hello。托特呢？蒜鱼呢？鲑鱼呢？1000块，有人商业呀？来挪威鲫鱼片，写7张。来两条，恁这两条，恁好。你们说的，我没说。1000块，交钱叮当来1000块。说的，我没有说。来1000哦。青菜袂叮当哦。鳕鱼在。来1000多。1000。规盘拢是1000块了，要需要后六大下包。来招超级金钱来1000块，有人要吃这盘无？大哥，谢谢，你上五分钟无？来。
来，你三杯一半来。感谢你搞这汤面，来两个。我今天一半辛苦。不要。不要讲。鳕鱼。这个嘛帅哦。现在这一我帅哦。谢谢。来一千块，最后两位，谢谢你啊，两个。赶快拿起。两个。三个了，最后一个。三个，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个了。来四个，收完了。好，谢谢，没有了。下去分。我还要算你输的。哎，好嘞。对，冲阿伟啊，这少年呢，是假的。每一盘都一样，每一盘都一样。好，来，好，不要给我看鬼了。哦，来四个，包到一半的了。他们不要给我们包。物超所值，来哦，给你。来四个客人都包了。我等下拿。四个客人全包了，全包了。这哪么妹呀？有了，我拿箱子了，来了。来。换一个。来鱼腿到变变。来鱼腿要300块来鱼腿。好，是鱼腿，真正甜。来不吃鱼腿吧？来三包。来家人卖掉好了。来三包鱼，来三包。真正要休困，时间无早，鱼还要升级啊。一人一份来，买三百，来两百了，200块来鱼腿，好吃哦。都牛市都出海三枚，来200块三个人给对了。鱼品今天还没有卖到200的，都是300。来200块，技能差，请谢了给对。来上三样，来200块啊，来一杯200块。他没有吃的，这里是2斤重400多块，买200而已。一杯，最后两个人给两一杯200块，我准备出一杯吧，200。哎、欸，这里200包就超过了呢。谢谢。这里还有2包呢，来200龙也要给你一杯，200不？过来没带一杯不？200都没了哈。主要你水杯，你要求救吗？过来，你给我盖上，可以给画画的。皮卡壳我画壳没我，几杯杯的？咱们吃皮卡壳。点肉吧。先不要我手机没有啊，先忙照。来皮卡壳我画壳几杯杯来。富贵猪脚卷，500块。对啊，很薄啊。很薄啊。对啊，薄啊来，我爸，我不要给你带两个贝贝来，我爸。他说大嫂五贝啊，换一个贝五毛，我不想用贝一个。中几毛贝？来几个贝来，我爸过来。富贵猪脚卷，3盒900块，卖你500块，一个客人不卖了，空空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李卡空，他就是。跟图面上的一模一样，我去你加热，加热就可以了。退休就请人客，我爸讲一个要送包。有恁去带，顶礼拜，哇哈，顶礼拜开始，这个礼拜第二次。两个人客，丢袋到起来去，300，你要我能？2盒250。这两边两个人等于七个吗？主要中央市场礼拜日。来，黑银要再开300。现在是礼拜日早上。来300块虾仁，哎，没上班，哎，感谢，啊，你好啊，来两杯杯都，来300块。